羽球世锦赛，首战轻松过关中没进皮带子颖散漫。寻求世锦赛首金的世界球后戴资颖昨天只花30分钟，以 21.10 分、21.16 分直落二击败澳洲台一女将陈川瑜，轻松晋级16强。美中不足的是失误稍多，而中美也批评小戴比赛散漫。中国新闻网左转文表示，戴资颖在本届世锦赛之前已经一扫印尼公开赛、全英公开赛、亚锦赛、马来西亚和印尼超级赛等五战冠军，堪称是本届世锦赛夺冠大热门。在女单首战以 21.10 分、21.16 分轻取澳洲台一女将陈川瑜，而内文指出，戴资颖很多的失分都是来自于自己有些散漫的失误而掉的分数。戴资颖明天16强赛的对手将会是美籍华裔女将张贝文。